梦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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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星飞来划破天，梦嘎梦嘎新的对决在眼前，梦嘎梦嘎突破所有的极限，考验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准备好去冒险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勇气没有上限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战胜所有界限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胜利就会出现。梦幻对决一触即发，遇见超级高人出马，超过再远都能到达。最炸，训练高手不会言败，发挥最强技能投入比赛。你猜猜我的想法还有什么策略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对手穷看一脸无奈，靠强大的气场把你覆盖，队友们统统靠过来，展开魔幻对决无比精彩。梦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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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召唤他。这里就是魔幻星域，那边是易雪贝的国度冰蓝路，还有这边是我生长的地方火红利亚。哇，真的好久不见了，和以前一点都没变啊。魔幻星域，我回来了。我爸爸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。对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的。回来这里确实很高兴，可从现在开始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嘛，先去离这里比较近的火红利亚看看吧。那好吧。终于回到我久违的故乡火红利亚了。全国的人都出来欢迎我们的归来，敬请期待吧。全国的人都来欢迎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明浩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没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别再说些有的没的了。那个雷阳啊，其实明浩啊，危险！雪贝！什么情况呀？这是什么呀？雷阳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蒙卡雷达！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我们是火红利亚上的巡查队，乖乖的跟我们回去，不然可是会吃苦头的。好大的胆子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可是火红利亚的二王子明浩，你们竟然这样以下犯上！那不是王族的徽章吗？那他真的是明浩王子吗？明浩是王子吗？丹娜，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长得一点也不像王子。就是讨厌你们这种反应才没告诉你们的。一点都不像一个王族，你还是老样子。好久不见，明浩。明烈哥哥。哥哥，那么那个人也是火红利亚的王子吗？怎么回事？被牢牢吸住了。大哥，这是？这一切都是为了火红利亚。大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
火红利亚居然抢走了蒙卡车神们。先等等吧，你现在出面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。可是先搞清楚情况再说吧，我们先回冰蓝路去吧。啊，往这边走。雪贝，知道了。搞什么鬼嘛，没人欢迎就算了，反倒是直接被抓走关起来了。快放我出去。这里就是火红利亚，我记得明浩以前曾经说过。他说过什么呀？难道有必须抢走我们蒙卡车神的理由吗？在最终之战中，火红利亚损失惨重，他说想利用蒙卡车神的力量重建家园。那明浩和他们也是一伙的吗？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明浩，你出来。不是的，明浩是不会那么做的。那明浩到底去哪里了呀？真是完全搞不清情况了。父王，请您告诉我，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去对待我珍贵的朋友们？辛苦了，火红利亚王。这个声音难道是……啊，看来我提供给您的情报帮上忙了。是的，多亏了把士兵们送到雷奥图先生说的地点，我们才能一举拿下这么多蒙卡车神。我很快就会去拿蒙卡车神了。还有对乐阳一行人的处置，无需担心。黑兽盟的对手就是我们的对手，我已经把他们都关起来了。这下可以证明火红利亚和黑兽盟之间深厚的友谊了吧？那是当然，火红利亚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啊，要讨好别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。父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明浩，你很出色地完成了寻找蒙卡车神的任务。没想到您竟然会选择和黑兽盟联手。您的选择太草率了。这都是为了火红利亚，要是黑兽盟盯上了还没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火红利亚，到时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为了火红利亚，适当的向他们做出让步，这也是我身为国王的责任。所以你是让我亲手把这些蒙卡车神们交给黑兽盟吗？哥哥，您是怎么看的？身为大王子的明烈哥哥，您也同意父王的做法吗？请您回答我。我只是遵从火红利亚王的命令罢了，而且这都是为了火红利亚。说得好，明烈。胡说八道，这怎么可能是为了火红利亚？说实话，您就是因为害怕他们，所以才会选择向他们低头的吧？火红利亚真正需要的是……注意你的措辞，明浩，你面前的可是国王陛下。哼，您在父王面前装乖儿子这点也依旧没变呢，大哥。那家伙可能还年纪太小，不怎么懂事。果然还是只有你最可靠，明烈。是。今天太累了，我要去休息一会儿了。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牌了，在与黑兽盟协商之前，务必放在藏宝库内保管。遵命，父王大人。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霍红利亚吗？真是太过分了，我可不是为了黑兽盟才努力战斗到现在的。什么破王子吗，真是可恶。这不是我当年……什么嘛，这里也是死胡同吗？听说城堡里面有一个秘密通道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秘密通道逃出这里的。
哦，哇！大哥，又在玩逃脱游戏吗？明浩，父王前几天才刚刚教训过你，真是的。哇，那是什么呀？快放手！别再干那些傻事了，你好歹也是火红利亚的王子啊，所以。王子，每次被父王夸的明明都只有哥哥。明浩，哥哥是绝对没法理解我的心情的。还真是和之前一点都没变呢。哥哥永远都是父王心中的好儿子，不管什么事都要挡在我面前。不，就算对方没有变，为了火红利亚的未来，我也一定要变得和以前不一样。来吃饭吧，感谢陛下吧。不许动我的饭！我的也给你吃啊。什么？在干嘛呀？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，好人被冤枉抓起来之后，用这个方法在墙上挖了个洞逃走了呢。好厉害呀，我也来帮忙。可是那个人把通道挖好花了多长时间呢？大概花了几十年吧。几十年吗？那重新见到哥哥之前，我不是都成老奶奶了吗？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冷静一点，丹娜。干嘛又哭起来了？明浩，哼，久等了。你说什么？火红利亚竟然和黑兽盟联手了？还真是善变的不足。我替他们向你道歉。没有诚意的道歉，还是算了吧。哎呀，你们两个都小点声。现在哪是争吵的时候嘛！我知道，父王一般会把重要的物品保管在藏宝库里，蒙卡车神们肯定就在这里。脑子动得还挺快嘛！这次又是侦探游戏吗，明浩？哼，我早就料到了。啊，那不是存放蒙卡车神的箱子吗？快还给我们！黑兽盟可是准备利用蒙卡车神去征服世界的家伙们，如果把蒙卡车神交给那些家伙的话，整个世界都可能会陷入危险的。那么，为了拯救世界，我们火红利亚就得站出来，去承受黑兽盟的攻击吗？那个，为了守护这个部族的和平，究竟应该怎么做？必须先想好对策，再付诸于行动。这就是自古以来王族所背负的责任。为了履行这份责任，即使是我的亲弟弟，我也会去阻止，就像以前玩逃脱游戏时那样。和黑兽盟联手的话，确实能保住一息的和平，但是之后又会有怎样的未来在等待着火红利亚呢？火红利亚的未来？什么王族的责任吗？说简单点，其实哥哥就是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，只想做个听话的乖儿子罢了，就像当年拦住我一样。不是那样的，明浩。苍羽神鹰极光马赫。其实明烈王子也正为这件事苦恼呢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但我们都听到了明烈王子的真心。搞什么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呀？这么做真的是对的吗？身为火红利亚的王族，去做出这种和黑兽盟联手的事情，果然真的是为了火红利亚吗？到底怎么样做才是真正为了火红利亚的未来呢？对不起，误会您了，明烈王子。那你应该很清楚，
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的呀？不要误会。什么？如果真的是为了霍红利亚着想，那不仅是未来，就算是现在的和平也要一并守护，这才是最正确的思路。哎呦，真是个让人郁闷的王子。哎呀，丹娜，我觉得不管是明浩还是明烈王子，他们的话都没错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双方都对吗？既然如此，就只能用对战来决定了。如果我赢了这场对战，以后你就要听从父王的命令。如果是你赢了，以后你想怎样就怎样吧。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虽然我们的意见不同，但能与传说中一流的驯灵者明烈王子成为搭档，在下深感荣幸。为了我的故乡霍红利亚，请多指教。真的没关系吗？明烈王子可是超一流的驯灵者呢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你能赢得了他吗？这个嘛，没有退路，只能上了。发动蒙卡，发动蒙卡。为我燃烧起来吧，苍翼神鹰蒙卡车神风。为了荣光而战吧，极光马赫蒙卡车神风。极光马赫，是。还没有完呢。那是当然。出招方式依然很粗鲁嘛，因此才会有弱点。已经晚了，穿刺光芒的重拳，超音速重击。苍翼神鹰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浩的攻击全部都被看穿了。什么呀，那个王子真的好强啊。我看胜负已定，我们火红利亚的未来已是一样。自始至终你都要拦在我面前吗？但是再高的墙我也一定会翻过去的。炙热的风吹起来吧，狂破飓风。终结技能燃烧火焰之路，烈焰冲击。结束呢？什么？什么？消失了！终结技能，乌云遮蔽天地吧！闪电暴击！一招吧！
赢了。明浩和苍羽神鹰赢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没想到你会混淆我们的视线进行最后的攻击呢，干得漂亮，明浩。哥哥，什么时候你都变得这么强大了？看来离开火红利亚在其他的世界历险让你积攒起了不错的经验吧。不是的，都是因为有哥哥在，因为有哥哥在我才能变得更强大。以后别再给我逮到了。哥哥，明浩。地球人和他的同伴逃走了，马上追捕。糟了，我们被发现了。咱们快跑吧，明浩。知道了。在那之前，这个这是难道其实吧，我之前也挺想玩的，虽然最终没能完成，就是逃脱游戏。怎么样了？还没找到那些家伙吗？是的，现在正在仔细翻找城堡内的每个角落，可是依旧不见踪影。我不想听你们的解释，一定要抓到他们，一定是。我到底该怎么跟雷奥图大人解释啊？话说回来，我的城堡密不透风，一只老鼠都流不进来，他们是怎么逃出去的？你说呢，明烈？就是说嘛。是这边，竟然能得到标注了城堡秘密通道的路线图，真是太幸运了。不愧是王子，和某人比就是不一样。真是不好意思了。他是什么时候做了这个路线图的呀？还真是赢不了哥哥呢。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，明浩。那么之后的事都拜托你了，霍红利亚的未来，还有这个世界的未来。快看那边，是出口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快走吧。